现在的中国就是摄影的黄金时代，绝对是黄金时代。假如你作为一个摄影师错过了，就非常的遗憾。哇，你这个地方太牛了！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是特别典型的，就是说，西方文明跟东方文明在这里一个交集，就像好莱坞那个电影《异形》，科学家们，他们本来想的是用两种很强的基因制造一个更强的新的物种，结果最后没想到。制造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、有巨大的破坏力的一个异形。我的摄影用它是在去思考、去提问、去质疑中国的这个异形到底怎么样？是说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建设性呢，还是说有更可怕的破坏力呢？